还好吧？我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河北人是那个是邓伦，对，我觉得他挺能代表河北的一个形象的。石家庄之光，石家庄之光，是的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石家庄有石家庄，但是请注意啊，请注意，只能佳佳哥说啊。来，戏曲呢？戏曲，戏曲那方面是不是河北梆子？嗯，很有名，但不是，不是我们选的名片。还有啊，提醒我快，饮食，饮食，河北菜。对，你吃过一种饼吗？饼里加的东西，那个东西本身它是怎么叫的？那个东西叫。煎饼，煎饼是天津的吗？四个字，四个字，有一句俗语叫什么？天上有龙肉，地下有龙肉，地下啊，驴肉火烧，哎，啊，这样的名片对了。哎，然后我们再聊点什么呢，邓伦？再聊点，抓紧时间啊，时间快到了。那个，非常有名，其实我都非常有名，非常有名的是很多承德避暑山庄，哎，对，不是承德，哎呀，叫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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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了很多学霸。对，是不是那个中学是一个地名的中学，叫什么什么中学？已经都砸完了，回去吧。衡水，衡水中学啊。